大家好，我是短发小赵，是不是感觉有一点不一样？因为我剪头发了，因为要拍戏了嘛，这个长度刚好能够扎头发，我就会很方便。我要给你们开箱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礼物，是 Versace 送给我的一个巨大的箱子。打算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是从国外过来的，应该寄了已经有很久了吧，但是我这两天刚好就已经收到了，在过生日的时候，非常感谢，非常谢谢。我给你们讲，看亲包包墨镜，这个墨镜我在米兰也买了，哎呀真的很酷，我感觉这是一个小化妆包，这个是你新款的包包，然后这就是第一层，还有好几层，它已经跟我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了，里面的东西我都看了好几次了，我很想录这个开箱就没有把它拿出来。一个一个的小盒子，第一个是个小拖鞋，一条项链，这个配一条小黑裙应该会很好看。一个美杜莎的小头像，香水，这很适合送人，金灿灿。再下一层，睡衣。是一件睡袍，跟这个小拖鞋是一个花色。好嘞，原来这个箱子真的很结实，可以装很多东西。哦，这个好好看，我已经穿上了，我过会儿给你们全部戴上看一眼啊。你们猜猜这个是什么？当当当当，是个水杯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太实用了吧，刚好要进剧组了。这样的手感就很防滑。还有最后一层了，这个围巾啦，应该不算围巾，这是个大皮巾，放在车上啊，放在家里，放在沙发上，它是很大很大，而且很厚很厚，好舒服啊。怎么样，就这样就可以出门啦。看这个平底鞋我真的好喜欢，这个花色我好喜欢啊，就是可以随便的搭，健个身出去玩一下，晒个太阳，放个风筝看。